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佛友的亲身经历。他半夜因为特殊原因拿着三炷香出门，路上竟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随后去到了那个地方，度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，还带回来一个惊人的天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请听佛友的自述。我比较喜欢狗，路上看到狗狗也会忍不住停下来摸一摸看一看。一次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在母亲家不远处稻田边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庞然大物。我停下车，壮着胆子走进去瞧，原来是一只通身被长毛覆盖的大白狗。那只狗真的超级大，它立起身来要比我高出好几个头。它的毛发因为长时间没人给打理，已经纠缠在一起，阻碍了它的视线。我想狗狗八成是被遗弃了，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在30几度的夏天，顶着一身长毛很容易中暑。于是那天下午，我一边躲着它爪子的拍打，一边把它的头部和四只脚上的毛剃掉了。天越来越黑，我计划第二天再给它剃身上的毛。就在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我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。我的头像被盖了帽一样，又沉又闷又痛。然后我发现我的手脚发麻，开始不听使唤。好几次车拐弯，我差点因为转不动方向盘而出事儿。等上楼梯的时候，脚像被灌了铅一样，抬都抬不动。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手脚并用爬到了母亲家的二楼。进门时全身都被汗浸透了。母亲看到我的样子也吓坏了。在母亲的逼问下，我把一天的经历一件不漏地讲给母亲听。母亲听到我给大狗剪毛的时候，气得破口大骂。母亲说那只狗是有主人的，它的主人是一个跋扈的老太太，据说以前母亲还跟她有过争执。以前一有些不顺，老太太就放出大狗出来吓唬人。老太太对这只狗宝贝得不得了，总怕有人害她的狗，除了她几乎没人碰过她家的狗。现在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快一年了。那晚母亲一边拿着菜刀狂剁着家里的菜板，一边骂着那个老太太，认为是她不识好人心找我的麻烦。厨房里母亲剁得咚咚作响，我居然安稳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后一切正常。老家电瓶车是主要代步工具，母亲一早骑电摩托出去了，我也开车赶回城里上班。路过那段稻田地的时候，我特意放慢了车速，找了找那条大白狗。我想它应该是四处流浪讨活的话，如果准许我可以带它回去养，可惜连个影子都没有见着。那天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安，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，忍不住一直看电话。晚上6点多的时候，电话突然铃响，是老家表妹打来的，让我尽快开车来某某医院，我母亲被车撞了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母亲已经在 ICU 抢救。表妹说是那两个轿车车速太快撞到了一起，其中一车又把路上骑车的母亲撞进了稻田里，母亲的头先着地。等她看到母亲的时候，母亲整个头像血葫芦一样了。表妹哭着说，她很担心我母亲会凶多吉少。我一边在病房外等母亲抢救，一边安慰表妹不要太着急，实在不行就先回去，我一个人守护。但是表妹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根本听不见我说话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相同的话。我刚想呵斥表妹不要再说不吉利的话了，表妹却在我面前直挺挺地倒下去了。表妹1米7的个头，120-130斤，喜欢跑步健身，身体是出了名的好，却在这紧急关头也进了 ICU。 在医院硬挨了一宿，
母亲和表妹终于都好转了一些，但是母亲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。母亲整个头肿得像大西瓜，眼睛睁不开，说不出话来，大多数时间都是昏睡，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第三天听闻此事，亲属们陆续来医院看望母亲和表妹，其中有一位表妹的姑妈，我之前很少见到，正巧她来的时候，我也在表妹病房。自从我进了表妹病房，她就一直盯着，看了半天后，问我要母亲的出生年月。只见她一个手掐掐算算后，面色凝重地对我说，你今天晚上必须去帮你母亲去送香，不然你母亲怕是不好啊。说完他就开始和我说需要怎么怎么做，一个步骤都不能落，一个都不能做错，香燃尽才能回，中途要护着香，香断大凶必有人出事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全程都不能回头，就是听到你母亲的身后喊你，你都不能回一下头。当时我才20多岁，年纪还小，哪见过这种阵势，就被吓得不轻，但为了母亲也只能豁出去了。母亲还在医院，我一个人回到住处，挨到半夜12点，我在家中的香炉上点了3支香，然后手扶着香直直地往出走，一边走一边轻声喊母亲的名字。半夜12点，没有一户人家亮灯，乡下还没有路灯，漆黑一片，半夜风吹得呼呼作响，我死死盯着手里的香，生怕被吹断。为了母亲，我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按那个人教的去做。终于走到稻田边的时候，香燃尽了，我把手里剩余的一点点香尾放在了那里，之后立马回过身往家走。可能是心理作用，往回走的路上我觉得世界静极了，脚步声、喘气声、我的心跳声都变得特别大。路上我还总觉得有人唤我的小名，我强忍着回头看的欲望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。进了家门后，整个人都虚脱了，开着灯坐了一宿。天一亮我直奔医院，母亲的头已经消肿，眼睛能睁着看东西了，护工正在一口口地喂她喝粥。进门时和母亲四目相对，我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可能是担心也有恐惧，总之那一刻的心情很复杂。母亲在一天天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，来探望的人听闻当初送母亲来医院的表妹昏倒都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表妹这些年的身体好是公认的。家族里的大奶奶说，丫头，你父亲一辈子救人，你妈一定能化险为夷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丫头人还是要极善呐。正当大家聊天的功夫，从病房房顶掉下来一个黑东西，砰的一声，正好落在母亲的病床上。眼神好的亲戚喊道，大黑蜘蛛，喊声也惊动了医院里的护士，大家都进屋帮忙捉，但是一帮人都没有找到那只黑蜘蛛，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半个多月母亲出院了，一天她突然对我说，人还是要多做点好事，不积德遇到事都碰不到好人搭手。细想从母亲车祸到表妹看到，再到后面遇到表妹的姑妈，医院里的专业的大夫，好心的护工等等，看来真应了那句，极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极恶之家必有余殃的老话。这是我年轻时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，那3天3夜的时间比1年还要漫长，那段经历既神奇又让人后怕，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忘不了。当然我始终铭记那句极善的忠告，人生的命运不是求来的，是自己修来的，真心向善，上善若水，以善修心，
天地自保。以善修心，以善喜心，以善造心，以善治心，人就会快乐和幸福。宇宙中仿佛有一种明明巨大的力量，一股支配人命运的力量，就是惩恶扬善的力量，保护善人。至于恶人，虽然他们现在有的很得意，那是因为他的福还没有享尽，那是短暂的福报。真正行善之人，心存人道之人，肯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幸福和快乐。贪爱、憎恨、愤怒、傲慢，全为束缚自己的绳索。能转拔出此绳索者，内心自然可得真正自安宁。所有的欲望都是小小的甜蜜，而却隐含相当多的苦涩，而众多人却终身为之奋斗不匹。有人奢望未来，有人追悔过去，胜利者招来怨恨，失败者招来苦恼，宁静者舍弃了胜败，与平安喜乐相伴。一切造作皆源乎心，只要我们有善心，有善行，必然有善果，天地也会待我们不薄。人人都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对于中华文化而言，几千年的沉淀，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存在。在这几千年的沉淀中，文化不仅仅沉淀在那史料古籍中，在民间中也有体现，甚至已经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丧礼、婚礼、祭天、加冠被统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礼，每一项都非常繁琐。就拿丧礼来说，我国的传统丧礼就分为了送终、报丧、入殓、停棺、居丧、吊唁、送丧、出殡、下葬等等环节，每一步都有禁忌。而在整个丧礼的进行过程中，都要有专人来帮逝者烧纸钱，不能中断。之后每年清明节、中元节祭日也要给自己的祖先上坟，这个时候会给他烧一些纸钱，嘴里还念叨着说让他在阴间里有钱花。这是千百年来留下来的一种传统，也是民间的一种习俗。但对于为什么人死后要烧纸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其实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当时贵族下葬后，因为陪葬物品中会有金钱，所以经常被盗。为了死者能够拿到钱，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，烧纸钱。古人认为，将纸钱烧尽，死者就可以在地下拿到这笔钱，不必担心有人将它盗走，可以安稳地在地下花。烧纸钱后来演变成烧花圈，纸钱也称金银纸、金元宝、冥币等等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一般认为，这纯属是后来商业炒作的结果，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造纸普及了，纸张便宜了，卖纸的人要提高纸张的附加值，并且让买者乐意接受，于是就有了制作花圈和烧掉花圈的风俗。而纸钱的产生也是由来已久，至少要早于唐朝，因为唐朝王建的诗句三日无火烧纸钱，纸钱纳得到黄泉，就可以知道在唐朝烧纸钱为亡者祭奠已经成为了习俗。而且专家在魏晋时期的诗中也发现了纸钱的踪迹，纸钱纸钱谁所作，人不能用鬼行乐，这是当时人们采用抛洒纸钱的方式来为亡者祭奠的情形。之后专家无意中发现，在印度佛教中有燃烧祭品可以将其传递给鬼神的说法，而烧纸钱的习俗又是起源于佛教开始盛行的南北朝，这似乎并不是巧合。况且现在常说的地府十殿阎王的理论也是佛教衍生出来的。在佛教到来之前，主宰地下世界的还是东岳大帝、丰都大帝、后土娘娘，直到佛教盛行之后才有了十殿阎王的说法。
而且佛教教义中的轮回说和地狱说也会让古人对地下世界产生遐想。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大量描绘地狱的民间小说，所以专家的这种推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。古代关于烧纸钱的习俗记载，在南宋余文豹《吹剑录》里讲到，唐朝王禹传，汉以来丧葬皆一钱，后世离俗稍以纸袋钱为鬼事，此烧纸抛轿焚尸挽歌之时也。这里所讲的意思是，汉朝那时去世的人都会用一钱作为陪葬，后世的人就以烧纸钱这个习俗当成是人死后在阴间所需的货币，人们纷纷通过烧纸来表达对过世亲人的关切纪念之情。从上述来看，表面上烧纸是想着让过世的亲人在阴间过上好日子，像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阴间的鬼也是看重钱的，于是为了亲人不在那边受苦受累，就会烧纸钱给自己过世的亲人。表面看这确实是迷信，什么鬼什么阴间，这都是属于宗教迷信的说法，但从深层次来看，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种说法呢？就说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吧，父母过世，作为儿女的我们心里啊，肯定是希望过世的父母从此真正消失在天地间，没有了一切烦恼。但就算如此，你会不会想念过世的父母？特别是在清明节，这是传统祭祀亲人的节日，你会无动于衷，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吗？多数人都会选择清明节给过世的亲人上坟烧纸钱或者鲜花祭拜。请注意，这里不管是用烧纸钱用鲜花，都属于迷信的行为。纸钱过世的人他们收不到，鲜花也是一样的，人们也知道这一点，但还是会选择烧纸钱鲜花祭拜，其实只是想表达自己缅怀哀思的心情。就像你上坟扫墓用鲜花祭拜，肯定是选择菊花这类代表哀思的花，而不是用玫瑰花去祭拜。烧纸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迷信的，但深层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想表达一种对过世亲人的哀思。烧纸只是一种有着千年历史的祭拜方式，深入了人们的思想当中。而关于纸钱，民间野史中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。在南北朝时期，有一个县令的母亲因病去世，当时的天气酷热难当，如果将母亲的尸体放在家中吊唁，那个味道实在是忍受不了，但若是草草下葬，则会被人说是不孝。苦思冥想之下，这个县令出了个主意，他让附近山上一处寺庙的和尚将母亲的尸体移走，说他的母亲生前最好礼佛，停灵在寺庙是母亲最大的愿望。遗体到了寺庙之后，住持就派了一个小和尚为遗体诵读经文来超度。这个小和尚实在是忍受不了尸体腐烂之后的味道，于是在诵读经文的时候就烧纸，借助烟味来掩盖腐烂的气味。可不巧，有一天县令来到了寺庙，他发现小和尚在母亲的棺材前烧纸，开始痛骂小和尚。老和尚为了圆场就说道，他是奉我的命令做的，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给你的母亲送钱，阴间的钱就是阳间的纸。从此之后，烧纸钱的习俗就慢慢传播到了全国各地。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一个故事，相传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发了一笔横财，蔡伦的哥哥和嫂子看了非常眼馋，于是就跟着弟弟学习了造纸术。他们学会了以后就开了一家纸张店，由于技术不精湛，纸张的质量比较差，所以啊，许多纸张并没有卖出去。后来蔡伦的嫂子出了一个主意，她假死于棺材之中，然后让丈夫一边痛哭一边烧纸，这件事引来了许多人围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蔡伦的嫂子突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，然后她向周围的人说出了自己之前下了地狱，后来因为丈夫烧的纸在地府中变成了钱，
所以啊，阎王才把他放了回来。于是很多人纷纷效仿蔡伦的哥哥，都给死去的故人烧纸，从而让他们在地府里过得更好。在古人看来，如果给逝者烧对应的物品，将会让他在轮回中拥有这种物品。其实啊，从这个传说中不难看到，烧钱其实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，表达了美好的祝愿，并非像常人认识的那样，烧钱只是封建迷信。知道了烧钱的意义，再来说说过世的人没人烧纸会怎么样呢？其实啊，并不会产生怪异之事。并不是所有的人，他们去世后都能有个坟墓，也会有块墓碑。像是夭折的人，他们是属于家庭的不幸，这类的人他们去世后，家里人不会给他们立碑。不立碑的目的就是不再想起这段伤心的往事。这类人去世之后，在古代多数会葬在乱坟岗这类的地方，在现代一般是葬在自己家的田地某一个角落，也有个别的人会把他葬在祖坟的旁边，但通通不会立墓碑，每年啊也不会去给他们祭拜。既然连祭拜都没有，也就更不会给他们烧纸钱了。还有一些无后的人，他们去世后也没有后人给他们扫墓，给他们烧纸钱。那他们会因为没有给他们烧纸钱有影响吗？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人死之后的阴阳两隔、灵魂之类的，全属于迷信的说法。从迷信上讲都没有任何的影响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讲就更不可能会有影响了。一个人过世后，就等于他在这世间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有躯壳，灵魂和意识荡然无存，你给他们烧纸钱，他们也不会感受到。人离世后，一个人过世之后，没人给他烧纸，对死去的人没有任何的影响，有影响的是活着的人。烧纸钱的行为是属于传统祭拜自己过世亲人的一种方法。表面上来看，烧纸钱是希望去世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受苦。深层上来说，这是人们表达自己对过世亲人的哀思。人的一生光阴易逝，虽然会在生活中经历重重磨难，但终究还是会走向生命的终点。可以说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，也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实。这样一来，过度担忧自己的寿命其实会造成困扰。我们只需要抓住眼前美好的时光，让自己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热爱的人和物之上，便能更好地享受生活，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。当然，人的情感丰富多彩，对于逝者的祭祀便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一些东西传承至今，在时光的锤炼中产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。烧纸这件事的确是一种封建迷信，但其也是活着的人对逝者的尊重，表现的是追忆之情，是一种情感寄托。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修禅悟道，感谢您的倾听。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给我按个赞，还可以点击订阅或者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。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